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搁较认八主，搁较爱主，尽心尽性爱主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以前在基督有一个人非常爱黄金，有一日他到街市上去，看到一个买黄金的商店，安尼伊即刻走入去，对店内拿了真多黄金行了。官兵抓到伊后，问伊：街市上到处拢是人，你敢安尼大胆伫众人面前抢黄金呢？迄个人回答：我伫咧拿黄金的时阵，目睭中只有黄金，根本无看到周围有偌济人。弟兄姊妹，咱是毋是也是只有心中所想欲迄个物件伫目中呢？求主帮助咱，予咱对主的心会通想主所想爱，主所爱，行主所行的，会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咱的上帝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爱尊贵的父上帝，对永久到永远，你对阮的疼永远无改变，你甚至会通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赐予阮，将天顶的基业甲福分赐予阮，你只期望阮会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地爱你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放弃世俗的烦累、心中的欲望，予阮会通专心仰望你。尊敬你，尊敬你的真道，成为你所喜爱的儿女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